吃鸡看三生，绝地孕育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生。今天是一期无限制吃鸡的视频，挑战一下度假岛拿下食物沙，嘿嘿，落地快人一步，喷子帮了大忙呀。我们这个时候不要着急补刀，因为刚落地子弹太少，而科技馆敌人众多，尽量找时间填充一些弹药。哦，对，不知道你们发现没，我单人四排是不能复活的，也就是说我只能用一条命挑战食物沙。哦，原来躲在这儿。哦，这个是新来的还是回来的？哎呦，看到了三级甲，救命条来了哈。一分钟五杀，今天及时大好啊。我还想说去看眼隔壁村民呢，这楼的保安不让我出去呀。走，咱们找他去。哇，他俩飞的嘞，这些子弹够我霍霍一阵儿了。不容易啊，第十杀了，我才热点皮外伤。这位兄弟面生呀，刚才没见过，要是有人来捞他，我离目标就更近一步了。唉，没人来就算了，俺老三从不恋战，还得去村里做摩的生意呢。哦，有人想打车来了了。驾到十八杀，成功掐机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一键三连哦。我是三生，下期再见了。